2022年仁嘉龙幸福村拱门开幕典礼仪式正式开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五世无畏，和平共存。2022年万寿宫亮灯仪式正式开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永山，我是万进去周议员。今天很高兴呢，能够通过这个场合和大家见个面，拜个早年。那今年是虎年。这一年是虎年，但是过去的这个一两年呢，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也熬过去了。我相信呢，接下来这个虎年呢，我们肯定呢将会是一个生龙活虎啊，哈利哈利帽，哈利哈利冠的一年，对不对？最重要就是要处事无畏，和平共存。所以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谢谢大家，恭喜大家新年快乐。我王建英是花拉人业王师中心会主席，也是2022年仁嘉龙幸福村公友会主席。祝虎年，祝大家幸福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安康。谢谢各位，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，平安吉祥。我们所有仁嘉龙幸福村乃至所有的大众们，新的一年新的希望，我们希望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让疫情赶快的过去，还有更重要，要和平共处。来祝福我们所有村里面的人，还有所有的大众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仁嘉龙幸福村。阿弥陀佛，平安吉祥，新春新景听西向，多富多财多平安，一帆风顺年年好，万事如意步步高。我仁嘉龙万寿宫主席洪平进祝贺各位喜迎新春，万象更新，吉星高照，五虎生威，万事如意迎新年，如虎添翼望前年。仁嘉龙万寿宫万寿爷接着带大家到仁嘉龙佛光山东禅寺现场。